Now, for the first time, a former Chinese secret police agent reveals his identity. 我是不得不为秘密警察工作，强迫为他们工作。 He exposes the undercover operations he was ordered to carry out, and the threat to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These are illegal operations, undeclared to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o the Australian authorities. He reveals the tactics used to hunt down and silence those China deemed enemies of the state. 你有证据？哎，You have a foreign state. Obviously following this young fellow, and then he dies. This is very concerning. Are you now a target? 甚至会派出在动员当地的一些特工啊，试图来绑架。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Echo Hoy joins us in the studio now. Echo, what is China's secret police and what operations do they undertake? So they'r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arm of the Chinese intelligence apparatus. They sit within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which is their national policing and security agency, which allow them to have both the power to spy and infiltrate group, but also prosecute them. What did we learn from this former spy about the sort of operations that are being undertaken here in Australia? So we have learned from them that they have really operate on a global scale, not just in China, but also in Cambodia, Thailand, Canada and Australia. Now, by coming out and speaking to the ABC, and as we saw there in that clip, this former Chinese spy has put himself at great danger. Why has he decided to speak out? So he has elaborated that actually pretty well in the program tonight. And I think for most of all, he really believes the public have the right to know about the secret war. He has also been a dissident himself and he was forced into working for them for the past 15 years. Does his testimony raise concerns about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Absolutely, because our investigation also found there are actually 16 Australian residents in the past decade has been secretly repatriated back to China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r knowledge of our authorities. ABC News
中俄之间呢，双方呢就开启了一个这个联合声明，因为这个这个今年是这个中俄建交的这个75周年，那其中有几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听听常老哥会来跟我们怎么看这一次的普习二人的这个见面。那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呢，他提到第一个，中俄两国已经是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的模式，成为了优先合作伙伴。第二个，中俄两国会考虑美国和北约在亚太地区战略的这个影响。那第三个，说这个有关二战的这个问题，他说双方呢要在2025年去庆祝这个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的这个胜利的周年，要确保二战历史的这个正确。那第四个呢，他说这个要继续进行中俄两国的元首外交，然后呢他写到的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全方位发展。那这个听上去和这个没有天花板的这个关系感觉就是更这个加强了这样的一层这个理解。那我想问一下导哥，您怎么看这一次普京短短的两天的采访，但是侵略性包括整个的这个阵仗和这个美国来访问北京或者是这个访问广州跟上海的时候完全不同？这个差别刚才小飞象其实也讲了，然后在这个咱们播放出来这个图片也比较出来了，一个红地毯的差别是很大的，不是一个地毯的这个这么一个象征的意义。然后还有一个，据我了解，在国内的微信群里面传了一张照片，最近传播量是非常大的，就是一头北极熊骑在一个熊猫身上。对，那么然后从这个整个接待的过程啊，还有发表的联合声明10000多字的这个洋洋洒洒的这个联合声明，实际上里边的内容是很多，这个量也是很大，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的时候是可以读出很多的这个味道。但总的来说我大概看了一下，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就是这个中共和俄罗斯尽管没有公开的说是结盟，但实际的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已经结盟，而且在结盟的这个方向上面，就是往邪恶轴心国这个方向进一步的努力，进一步的扩大互相的这个合作。毫无疑问，大家可以去看所有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技术等等的各方面的这个合作，都是全方位的。刚才小飞象说的，他们有一个词叫 unlimited， 没有限制的。那我们说没有限制是高也可以低，是吧？也可以是没有底线限制的合作，没有道德底线或者没有这个各方面的底线的这个合作，在无论在哪方面都能看得出来。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有时间有精力的就可以去阅读一下这个联合声明。这个相比过去去年这个习访问这个俄罗斯的也有一个联合声明，互相之间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在合作上面进一步提升。第二个就是什么，在反美这一块那是更进一步了，过去可能是阴阳怪气的说，是吧，这个暗指，这一次是明着，大家可以看一下，叫明着指，实际上也就是说反美联盟俄罗斯跟中共已经冲在最前面，而且是明目张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在这个整个邪恶轴心国这一块跟西方民主国家阵营这一块的这种斗争，这种激烈的碰撞或者说有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全面的战争都是越来越近了而不是我们过去看到的这个可能从小的或者代理人呢，很有可能接下来未来走向直接的正面的，这个都是非常有可能，或者说很有可能是很快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有小飞象也提到几个问题，当中有一个很可笑的问题，就是提出来的说二战历史的正确，我就当时马上就想到了，中共什么时候能承认当时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当中起到的作用，什么时候能承认这一点？我觉得他真正就想要去把这个事情给放出来，其他说的都是假的，都没有用的。大家可以了解过去的这个中国抗日战争史当中，真正对这个日本侵略的那一段这个经历来说，真正冲在最前线的、牺牲最多的、起到最大的作用的，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是当时的这个几百万的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当然也是咱们中国的这个普通老百姓，是吧，都是在最前线，死的人是最多但是我们这一段的历史你在中国你是很少看到的。我们看到有些电视剧当中提到国民党的人，那都是很隐晦的，如果显示到国民党一些标志的人，那都是涂掉的，你看不到的，
甚至有一些节目，就是大家看呢，共产党嘴上说的什么，但是他实际上做的什么，真正的抹掉历史的是共产党在抹掉历史。你比如说过去的文革是吧，三反五反、自然灾害、这个文化大革命是吧，然后这个人口控制等等的计划生育，哪一个历史共产党能正面去面对？哪一个他敢把它放出来？更别说是八九六四了。是吧？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民运的一些这个意见分子，一个个被打压，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连发表意见的声音都没有，更别说还有机会去见律师或者发表自己的想法等等的这些。所以真正改变历史、抹掉历史、歪曲历史的是共产党，对吧？嗯，对这个。然后呢，这个普京跟这个习近平似乎就在这次会面当中啊，发表了很多的这个公开的这个观点啊，不仅仅是在联合声明。那第二个这个习近平发表的这个观点呢，就很有意思，而且也是侵略性意味非常非常强。那他说这个习明确的表达，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学习到很多，尤其是要预先准备大量的这个药弹，准备这个导弹、无人机的库存和大规模的武器的这个生产。那这个听上去并不是一个这个对历史吸取教训的一种学习，而是对战争意识或者战争形态的下一步准备的一种方向性的这样的一个总结。那这个常老哥，我们怎么看这个？而且他特别提到了，他说西方缺乏持久力啊，这样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话，那似乎就是在说这个习的这个整个战争的意识形态是长久型的，军事敬备型的啊，而且一定是提前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敬备。嗯，这个对的，就是毫无疑问，这一点我们还是要这个佩服一下习持续的保持挑战西方的这种决心和拿下台湾的决心。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持续的跟大家去讲，而且有关台湾的这一块的情报，我们也持续的跟这个全世界去发布。那在这一块，大家可以从这个习的这个态度上也能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来的，也不是为了中国或中国老百姓的和平而来的，他是要挑战的，不仅是挑战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他挑战全世界，是吧？拿下台湾，这是他的这个。坚持不变的目标。那我刚才回到这个新闻当中提到说习要学什么，这里面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我们战友总结出来的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无人机。嗯，那在这一块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也提前这个先报一个料，就关于这个习在这个中共在无人机这一块的这么一个料。因为据我们这个体制内的这个情报来源，中共的军方正在就这个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当中这个无人机的关于无人机使用的这方面的总结，他们正在总结，当然这些无人机有一部分本身就来自于中共，他们正在做这方面的总结。那在接下来的时候，按照这个各地区的这个时机或者说形势的需要，他们会再进一步提供更多的无人机给这个需求方，同时包括世界的各个恐怖组织。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这就是我们中共习要学习俄乌战争，学习这些战争当中他们想要干什么，想要做什么。当然第一个他学了以后，他要如何用在对付中国强烈的老百姓，还有就是台湾，拿下台湾他们需要做什么。第二个是什么，他在利用这些战争当中获利，那么你把无人机卖给他们，或者说利用这些地区的这些冲突去制造混乱，然后这个牵制西方的这些力量，然后为习去控制中国老百姓和拿下台湾做准备，时刻做准备。对，嗯，这一块大家要把这个爆料我们总结下来，然后可以去传播。那刚刚导哥您说这个，他从俄乌跟以哈战争当中，尤其是有关无人机的这个使用进行总结，并且呢还要按照各地的需要，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地点，也不是一场战争，也不是一个国家，进一步的去提供中共的向外去提供这个无人机，而且呢还会涉及到世界上的这个恐怖组织。那这个听上去就是和热战，而且是大面积的或者是多点的这个热战就很接近，因为这个不单单是说只在俄乌战场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您刚刚提到一个字啊，很有意思，说牵制美国的这个力量。那
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呢，近期就好像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因为大家知道说这个美国跟欧洲对乌克兰的这个武器的这个供应，因为大家之前知道有一个几百亿的这个拜登总统签署的这个乌克兰的军援的这样的一个法案，但是这个武器不是当下马上就能到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在等待这批武器当中呢，它会有一个几周的这样的一个等待抵达前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军队就在扩大对乌克兰附近边境的这个据点的这个攻击，而且呢，基辅也在抵挡这个俄罗斯新一轮的这个进攻。那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泽连斯基呢，这个周四也就是5月16号的时候，他在访问这个哈尔科夫和这个高级军事领导人这个开会的时候呢，他就表示说这个局势是极其困难，而且呢乌克兰军队呢还是在加强该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说美国跟欧洲的武器呢终于会在未来的这个几周以内抵达这样的一个前线啊。那这个再加上刚刚导哥说啊，这个除了这个牵制以外，他还可以通过军备去获利。那我们看到的另一条呢，就是俄乌的这个危机，包括哈以的这个冲突，让所有欧美的地区的军工企业的这个订单量是猛涨啊！就光光在欧美它涉及到的军工企业，还不计算上共产党的这个军备。那光雷神公司的这个预计呢，就是从俄乌战争爆发开始，他这个公司已经收到30亿美元的相关的军事设备的这个订单，而且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那导哥，我们结合您刚刚说的这个关于无人机的这一条这个信息，我们怎么看未来共产党的这种牵制，还有军事竞备上面和各种军方企业的获利上面的情况？嗯，刚才对，就无人机这一块，实际上大家知道现代的战争，尤其是近期的这个俄乌战争和以哈，以及大家看到前一段时间伊朗对这个以色列的这种攻击，还有胡塞武装对这个红海地区的这个船只的攻击，实际上无人机在这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嗯，所以无人机的需求也是很大，中共也是生产无人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国家之一，所以说他在这一块一部分获利，一部分可能也就是赠送啊，送给，因为他要制造混乱嘛，制造这些恐怖袭击去牵制，所以无人机这一块为什么很重要，而且这中共也很重看到很重要，当然交战国的各国也知道这个重要性在这里面。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前面这个小飞象提到这个里边有这个这个关于俄罗斯军队目前，因为刚好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因为这个美国军援一直迟迟因为在国会这边没有批准，所以造成了一段的空档期，大家从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这个前线的信息看到，就乌克兰这边的一些实际上确实有处在这个不利的局势，俄罗斯这一块进攻确实是加大而且有一些地方就是反复的这个争夺，大家可以看到说，所以说俄罗斯近段时间确实还是占一定的优势。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条这个信息，而且这个情报的信息不是来自于咱们中共这个中国体制内的，而是这条信息是来自于这个俄罗斯内部情报的这个信息。那来自于俄罗斯内部情报的信息显示，就是目前来说俄罗斯的这个内部已经度过了2年时间的这个难关，两年时间，就是因为过俄乌战争已经2年多了嘛，就经历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难关，战争的那个难关他们认为目前来说已经度过了，然后现在他们认为有能力继续将战争进行下去，这个是我们目前得到的俄罗斯内部情报的这个来源得到的这个信息，也就是现在当然我这个背后发生了很多，比如说中共在背后支持啊，或者说这个无论是钱还是武器还是各方面，还是因为这个前一段时间乌克兰这一块的这个武器跟不上啊等等的，就目前来说他们内部是这么一个结论，或者说第一个态度当然俄罗斯目前普京政府也不排除未来的这个和谈，就谈判解决，这一点上面呢，我们可以从昨天的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这个采访，记者会上面接受采访也是表达了这一点，一个就是他对这个目前的这个乌克兰的形势好转充满了信心，因为军援这一块马上到达然后整个这个过前一个月的这个不利局势逐渐的在扭转，第二个就是泽连斯基也说了也不排除和谈的可能性，
所以说整个跟俄罗斯这一块的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就俄罗斯这一块目前他也不排除和谈啊，但是俄罗斯内部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他们认为过去两年的这种若干的战争的难关已经度过了，已经挺过去了，现在是已经有能力持续将这个战争就持续下去，有这个能力有信心把这个战争呢持续下去。当然尤其是这次普大帝访问了这个中共，所以带给他的我相信不仅仅是一个红地毯，还有很多的经济或者军事装备方面的这个资源，所以才会让他有更大的这个信心。对，在这一块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么一个信息。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军工企业这一块的订单增加，其实这里边涉及的不仅仅是这个西方国家欧洲或者说美国，我们可能看到的很多美国的一些这个军工企业确实因为俄乌战争，因为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呢这个局部冲突，所以很多的武器来自于美国，是吧？那么第二个实际上我们给大家也带来一个这个中共体制内的这么一个情报，关于这个军工的这个订单。就我们了解，就是从这个信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中共军工企业内部的这个信息。就目前这个有很多的大的订单，就军工企业，目前中共这个有很多的军工企业近期接了很多的订单，来自于那我们具体的这个没有说明确的说这个来自于哪个国家或者哪个组织，总之最近有很多订单，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世界各个地区的这些热点战争的这些地区所在国或者说中间国。那第二个是呢，我们从这个情报里面还得到一点就是中共一直向拉美和非洲国家出口军事装备、军事武器设备。对，一个是中共的军工企业近期接到很多大的订单，第二个就是中共持续的一直向拉美和非洲国家出口军事武器装备。对，在这一块那就可以想象的中共现在那个军事单位的，尤其最近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中共的这个股市，就看到就涉及的军工企业的这个股票最近是还是蛮强劲的，因为他们的军事订单还是比较多的。一个是中共自己本身他需要去扩大这个武器储备，第二个就是像比如说像俄罗斯啊，像这个南美啊，像非洲啊，像中东啊等等这些国家持续的在出口这些武器设备。对，对，那道哥，你刚说这个俄罗斯这个内部认为已经度过难关，那实际上俄罗斯并不是说在过去两年内就完全的好像有多困难，因为中共还是一直都在对他进行一个支持，所以不难想象说他如果认为他现在已经度过难关还要继续去进行战争的话，这种战争的层面或者战争的这种力度肯定会比以前要更强烈。那然后您又说这个就也包括中共国这个内部，不光是这个美欧，中共国内部的军工企业的订单也在大量的这个进行，虽然说没有明确说具体是什么样的组织来接收这样的一些武器也好，或者是一些军工的这样的一些设备，但是呢这个像拉美和非洲国家的这个军事设备的这个出口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那这个也是让人浮想联翩啊，想到这个郭先生原来说拉美地区很多国家这个中共的这个货轮它作为了这个军事的这个据点，作为军事的基地，包括古巴，然后拉美其他的国家，包括非洲国家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那所有看上去就是所有共产党过去已经布局的军事的这个地点仍然今天在不停的会得到新的这样的一些军事的装备。那这个看上去战争的这种烟火味啊，就感觉好像扑面而来一样，越来越，而且我们说刚才说俄罗斯内部的这个情报信息，但不代表我们说这只是从俄罗斯内部的情报得来的信息，但不代表未来，比如说俄罗斯认为他过去两年的难关已经过了，未来会变好，但事实会不是他想的像的那样呢？那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了你俄罗斯可能有这个中共啊、朝鲜啊，或者说伊朗啊等这些国家的给他这个更多的资源或者持续的资源，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多的，
乌克兰从美国拿到了最这个几百亿的这个军援，还有北约、欧盟啊，甚至还有日本啊等等东南亚这些国家、澳洲、新西兰等等这些国家，这也是持续性的，未来我相信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说真正中俄罗斯的难关是不是过去两年的难关过去了，或者过去两年是最难的形势呢？那不一定，可能未来更难的情况还在等着呢，对吧？嗯，对，所以这个战争的这个局势啊，还是呈现出一种非常火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双方在这个台面底下的这种军事竞备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嗯，那抛开这个俄乌战场，我们看到中东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加勒比海岸的这些国家也有发出一些有关于这个类似于这个战争之间相互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其中有一个这个新闻也是这个长岛哥今天发给我的，就很有意思。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南非呢向联合国的这个国际法院呢提出了诉讼，他指控以色列在这个加沙地区的这个战争呢实施了这个种族灭绝。那今年呢，这个国际法庭在这个一月份的时候呢就做出裁决，说要求以色列要遵守这个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公约的这样的一个条款。那之后呢，南非又多次的去敦促这个国际法庭要追加的这个措施。那在这个五月十五号的这个时候，埃及的这个外交部的部长又提到了说这个南非向国际法院提起的针对以色列的这个诉讼，然后呢又再一次说这个以色列呢在加沙是实行了这个种族灭绝，然后对这个巴勒斯坦人民呢实施种族灭绝。那以色列呢也没有坐视不理，在这个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就这个开始要对南非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击。那三月份的时候呢，南非有要求说法官下令一定要让以色列去解除封锁，然后呢禁止这个武器的这个搬运和运输，然后要下令去结束这个以哈战争。那这个长老科，因为巴以冲突这件事情是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的，但是这一次这个以哈的这个问题是闹得非常非常大，然后包括到美国这里也有不少的这个社会舆论都在说这个以色列去实施这个种族灭绝啊等等。那我们怎么看这个南非跟以色列相互之间在司法上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攻击也好，在司法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辩论也好，还有与此同时另外这个南非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它有没有共产党的影子在背后？嗯，这个显然啊，如果跟共产党无关，我们一般也不会去提他的，因为这种事情实在太多了。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新闻，不仅会去问为什么南非这个时候会跳起来去主似乎在主持公道呢，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来源，尤其是近期这个事情又发酵的很火，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现在已经开始发起了对拉法地区的这个清理，因为以色列是要把哈马斯通通的全部消灭。所以这个时候包括美国在内，有很多国家也是主张希望以色列不要去动用这个武力攻击，但显然以色列是依然是坚持。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南非这一块呢，大家我们不给大家去这个去讲说为什么这个南非会跳起，实际上不仅仅是南非，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国家参与其中，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哥伦比亚，还有这个其他几个国家，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也都参与了这个在这个国际法庭去起诉这个以色列，对，甚至还有要起诉德国的等等的这些事情。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背后有中共在背后。那背后中共呢，当然在背后是出钱还是出力去了，还是怎么样出一些代价让南非去做这些事情，我们这个不去分享，我们就告诉大家中共接下来他会怎么做，他会在这一点上他怎么做。中共肯定不是以政府的名义去做，中共将会以私营民间的私营公司的这个名义向南非提供拉法地区的卫星照片和视讯等材料。就中共会以民间私营公司的名义向这个南非提供这个拉法地区，拉法就是叫那个这个争议这个以色列需要将最后清理哈马斯的那个地方叫拉法地区啊，拉就是向南非提供拉法地区的卫星照片和视讯
就是视频啊、视讯等这个材料，让这个南非将使用这些材料向国际法庭去控告以色列。所以这个是我们得到的这个这么一个情报，所以大家就知道共产党在背后在运作这些事情，在进一步证实这个中共参与到这些地区的这些这个冲突当中，而不是说这个置身事外啊，是一个和平使者。大家过去看到我们分享了很多新闻，是这个跟这个哈马斯和这个另外一派叫法塔赫，然后一起组织和平等等的，大家可以看到用这个事实就来就打脸，就来证实我们过去说的中共从来不是和平的这个制造者，是矛盾，是战争，是地区冲突的制造者。对，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分享这个情报给大家。那这个同时也证明很多的中共在这些一带一路的这个国家里面的这种所谓的民间私营企业都是实行着一种军事的这个目的，对吧？因为最后的这些情报也好，卫星照片也好，视频材料也好，最后是通过这样的所谓的民间私营公司，但实际上都是以军方的这样的一个名义在实行军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和这个介入。那以这样的一个消息，那看来未来以色列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在国际法庭上的这个压力，包括证据上的压力，是会变得非常大的。那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平时不太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加勒比海岸的这个国家，也是长岛哥今天突然发给我的。那有一个呢是说这个安提瓜和巴布达这两个这个海岛国家呢从会跟这个中国呢去实行这个免签的这个旅行。那这个免签的这个所谓的互惠免签政策呢会从今年的5月11号开始。那安提瓜其实离美国的这个海岸线是非常非常近的，它是仅仅220英里，所以也可以说这个安提瓜被视为是这个美国的这个门前的这个哨港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海岛的这个国家。那同期呢在这个免签旅行开始，免签的这个互惠政策开始之后，美国呢就开始有报道去提到说有泄露的文件去显示说中国和中共国的这些公司和结盟的也是刚刚提到的啊，所谓的私营企业在这个岛国安提瓜跟巴布达呢长期的进行迅速的这个扩张，而且呢它的商业常常和这个外交和军事目的捆绑了在一起，比如说这个用港口啊，然后这个建立这个基地啊等等。那安提瓜呢它是在2018年的时候加入了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而且呢是6个加勒比海岸国家当中它是作为第一个参与到一带一路当中的。而且在这个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安提瓜的总理呢是这个在北京有会见这个习近平。那长岛哥，那这个看上去您刚刚说这个民间私营企业，那安提瓜现在的这个问题也有很多的这个民间私营企业了，那安提瓜这个共产党下一步需要对安提瓜做什么，而且他在安提瓜做的事情是不是会直指于威胁到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呢？显然我们从上一周讲连续讲了所罗门群岛，那还是离美国本土大陆还是有点距离的。像安提瓜这些加勒比海地区，那中共绝对不会放过的。这个大家可以，其实这个并不是说今天发生的事情，或者说近期发生的事，是过去几十年中共都在这个加勒南美，尤其是在加勒比海地区是深度的耕耘的。过去这个小飞象提到，你像过去这个巴哈马是吧，巴拿马，然后这个古巴等等的这些地方，那都是深度耕耘的，不是说一天两天，也不是简单的说一个经济的交往。因为今天安提瓜我是看到了它有一个免签，对，那免签实际上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人员进出各方面就是大范围的流动，大力度的这种交流交往，经济各方面的技术啊、军事这一块是全方位的，所以说给大家今天提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安提瓜这块，咱们也有一个这个情报来给大家去分享了。因为加勒比海地区啊，目前中共啊视为加勒比海地区视为美国的南海，就是你知道南海对中共的这个位置，实际上中共是加勒比海地区为美国的南海，
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呢，去参与深度耕耘，去建立这个深度的交往，以及建立各种基地，或者说这个军事部署等等的这种，他目的也是想回敬美菲啊，或者是美澳啊、日本啊等等，是在南海这边对南海的这个参与。所以说，中共大家记得，就中共视为加勒比海地区为美国的南海，所以中共现在决定要加大在这个地区加勒比海地区的这个投入，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这个投入。那么目的是很简单，大家可以理解到的，这个牵制美国，牵制美国的这个经济、军事，当然这个财政各方面呢。然后让加勒比海地区成为消耗和扰乱美国的一个焦点，一个热点。所以关于加勒比海地区，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想想，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安提瓜，这加勒比海地区好多好多这个国家离中共这个离美国本土都是很近的，有些只有几百海里。对，所以说大家这个在这一块的这个加勒比海地区的情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所以中共你看到从所罗门群岛太平洋当中的一个国，到美国本土边上的这个加勒比海，当然也包括这个欧洲啊，或者说那个非洲、南美就更不用说了，原来的阿根廷啊，还有这个等的巴西啊等等这些国家，再加上美国境内的这种深度的这个渗透，是吧？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中共对西方世界的侵蚀，那是无孔不入，也是深度耕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那可想而知西方世界对这个中共的这一块的这个警惕。现在我们也看到，可以看到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里一样的，从这个警察局还是说这个军队的渗透、武器等等、芬太尼等等这一块就全面的已经唤醒了。这个常老哥说，这个中共会在加勒比海岸，也不仅仅是安提瓜的这个国家，会全面的加大去投入军事啊、经济，目的还是说要去牵制美国，而且要消耗美国。那这个联合您刚刚说的其他的这几点的这些所有的这个信息组合起来看的话，就是整个中共的这种军事布局是以全面的逼近美国为主的，而且它既有非常有明确指向性的，比方说支持俄罗斯，比方说这个去供给这个无人机给到这个世界恐怖组织，然后出口军事设备，同时它还有这个挑起这个司法战争的，对吧？挑起这个司法诉讼的，还有要专门去消耗你精力的，让你扰乱你这个视线的。那看上去它这个战争的不同的意识形态上面的部署都变得越来越紧逼这个美国的这个状态了。对，实际上你从中俄的联合声明当中你已经看出来了，就反美是他们的整个的一个宗旨方向，是吧？反美攻击美国，当然他不会放过一切可能扰乱和攻击和这个侵蚀的机会了。那这个就会给即将要到来的5月20号的这个台湾的就职典礼增加很多这个安全风险上面的这种这个感觉了。那美国这边呢，对于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就职典礼呢，也是发表了很多这个比较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第一个呢，是这个拜登的这个高级的这个代表团，也就是遵循以往的这个惯例，会去出席这个台湾的这个赖清德总统的这个就职典礼。而且呢，这个也拜登总统也公开的说这个希望北京不要去这个通过军事的这个手段去挑衅。然后另外呢，我们这个爆料革命战友非常熟悉的这个爆料革命的好朋友蓬佩奥先生呢，也是接受了这个采访，而且他公开的说，他说我会以这个私人的身份去参与这个台湾的这个就职的这个典礼。那大家知道蓬佩奥先生对这个中共的这个态度是一贯的非常非常强硬的，并且在他这个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前，也是签发了当时开启了对新疆一系列的这个高官包括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制裁。所以他无论是以官方的身份还是以个人的这个身份，都对这个政坛上面的这个影响力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呢，也是这个众议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主席这个 Mike McCall， 他也宣布他会参加这个520台湾的这个赖清德的这个就职典礼。
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尽管说最近啊没有去举报说又是多少辆的这个军机去骚扰台湾，但是国台办发了一个消息，那很有意思，也和我们节目当中之前说到说这个台湾要这个中共要去追究是吧，有一些这个言论，有一些这个过去的支持民主党的这样的一些言论。那国台办的新闻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大陆方面将对五名台湾所谓的名嘴及家属实施惩戒，那他也没有具体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惩戒，那只是用一些这个过去在网上被操作的所谓，比方说这个没有高铁呀，说这个国内没有高铁，说这个大家都吃茶叶蛋，这样的云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很容易被操控的言论，来发布了这样的一则消息。那这个昌岛哥，这个关于您刚刚直接说的，说中共全球各地的这种军事的布局，步步的紧逼，再加上520马上要到来，那台湾的整个的军事风险和这个军事的这个动向，大家也都非常关注。然后再看国台办跟美国的这个态度，那您觉得这个520的这个就职典礼上，这个共产党还会不会有其他的这个动作？对，520这一块是应该是下个礼拜一是吧，下个礼拜一就到了。然后实际上关于这个美国这边派出的这个代表团里边，大家刚才看到迈克尔，这个大家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还有一个我们前这个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大家在新闻里面可能也看到。实际上这一方面呢，我们过去也有一些情报来源，就是了解到有这个代表团会参加，具体的几个人员。那至于你刚才提到的在520共产党会不会去下手，会去做什么，目前我们没有情报来那个证实说他们会在520的时候会做什么具体。当然这种军机啊或者军舰啊，我想这个是不会停的，甚至气球这些都不会停的。那美国这边的支持呢，我相信这个整个代表团过去那就是一个态度，尤其是这个之前呢还有这个白宫批准的这个对台湾的一个军援，实际上也是一个态度，就是对台湾的支持，那也是像习想要拿下台湾的决心是一样的，是不会变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要大家去一起去分享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新的台湾的新的政府，赖清德政府上台了以后，那一般来说他们会做什么。其实我们去了解过去的这个历次的这个总统上任了以后，实际上大家可以去查证一下看，就是我们可以给大家去这个预测一下，就接下来他们肯定在美国和这个赖清德政府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军事装备。大家过去可能了解的每年都有这个军售是吧，那后面我们相信他们会有新的一轮的这个军售会沟通。这个因为这是对台湾的一个最有力的支持嘛，在军事装备这一块。还有可能是更多的军援，因为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几十亿的军援，那会不会还会有，因为随着这个整个南海台湾地区台湾海峡的这种形势的更加严峻，我相信这个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啊等等这些国家会有更大的这个军援给台湾，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就接下来有可能这方面的这个更多的一些动作。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这个民主国家对台湾的保护的这个决心是会像习拿下台湾的决心是一样的。这个也能够从这个看到，而且我们知道就是离这个5月20号还有几天对吧，那所有的这个代表团的这个出访最后是不是只有这一些代表呢，还是会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政治家也好，或者是前任的一些官员再次的给予这个要访问台湾的这样的态度呢，我们就要看5月20号当天在台湾发生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现场的这个情况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一周也有几个这个尤其是和灭共相关啊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个在海外当地的这个司法的这个机构对一些中共的这个相关人士，包括对这个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新一轮的这种制裁跟关税，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第一个呢是一个在这个法国的这个消息，是说在这个巴黎的这个法庭呢，这个在这个上周这个指控说这个有一个这个中共国的这个商人叫曲乃杰，说涉嫌挪用这个辽宁省和大连市的这个政府拨给海昌集团的这个3200万欧元的这样的一个金额，然后呢这个
并且呢，就是这位商人，他就把这笔钱啊，在五年当中，在法国呢购买了25家的这个葡萄酒的这个酒庄。那检察官呢声称就说，这个他和他的这个团队使用一家离岸公司去掩盖过去的这个资金的来源，并且呢是由波尔多商会的这个主席领导的这个会计公司去指控他是这个是从犯。那这个曲乃杰他手下的一名雇员呢已经被判18个月的这个缓刑，罚款是5万的这个欧元。那目前呢这个新闻上写呢说这位商人他还会去追寻一个上诉，并且他不认他这样的一个这个指控。那从这个今年年初开始，慢慢的我们看到更多的所谓过去的这个中共国的这个商人也好，或者富豪也好，或者是这个白手套也好，包括像秦晖也是都在各国的这个法庭当中，因为他们的这个非法的这个挪用的这个资产，那得到了这个当地政府机构的这样的一个调查。那另一个呢是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提到过的，也就是梁冠军。那为什么会提到他呢？是因为最近这个新闻上面司法显示，就是说司法部呢这个外国注册代理人的这个官网显示，这个美东华人社团的联合会在2023年的9月19号的时候首次递交了注册文件，也就是这个梁冠军所控制的这个所谓的美东华人社团联合会在2023年才向美国司法部注册成为了这个外国代理人。然后呢并且呢这个在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注册文件还进行了一个更新。那这个更新当中显示梁冠军他已经回到了这个中国，而且呢这个原因说这个他年老病多，而且不打算返回美国了。那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梁冠军当时对这个爆料革命的一系列的这个行动，包括他背后，这个郭先生也说过很多次，他背后就是吴征。然后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展示过这个梁冠军跟习的合照，跟孟建柱的合照，然后这个在这个中国各个的这个场合当中，然后也包括对吧，这个他的整个这个华人社团的联合。他的这个注册的地址其实是在这个北京原来的这个统战部的这个部门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地址。那这个昌道哥，我们怎么看这个梁冠军的这个事情？他已经回国，那有一些战友呢讨论说这个他可能是被弄回去的，那有一些战友呢也在讨论说这个他可能是为了要躲避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制裁跟司法调查，所以他提前回到了这个美国。那我们怎么看这个这个他们终于把这个共产党其中的这个社团成为了登记了这个 officially 去登记成外国代理人，但是呢梁冠军本人已经不在美国了。嗯，对，这个有一句话我们过去大家都熟悉的，叫跟着共产党走向火葬场，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梁冠军身上肯定不会错。尽管今天还没看到他进火葬场，但几乎他已经一半进去了。他只要回国了，共产党这种体制是绝对不会留下他，或者是 容得下他的。尤其是这种人，他替共产党在海外干了这么多脏活，他一定会被灭口，一定会被这个消失。这个郭先过去讲了很，不仅仅是对梁冠军，对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他的结果，他的前途基本上就摆在这边了。不管他是因为潜逃，还是说被共产党弄回去了，还是其他的原因，总之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被登记为这个代理人，被要求，我相信他不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啊，肯定是被动要求。第二个就是也揭露了整个中共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渗透在海外的这种警察这种系统体系，然后对海外的这些民主人士的这个迫害，就用这个实证的证据给所有的这个美国人去看，到底过去中这个爆料革命行动来吗？郭先传播给大家、爆料给大家的信息是不是正确的，是吧？然后过去这个对爆料革命的这种诬陷、这种伤害是不是真实的？这就最有力的证据。我觉得这个事情在当下，在郭先在这个案子马上要开始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证据，展示给普通老百姓、给媒体去看的。过去因为跟爆料革命有关的，梁冠军跟这些这个美东这些商会。跟爆料革命有关，过去几百人在18楼楼下去抗议的，是吧？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不会去忘，所以说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时机来展示过去爆料革命被迫害、被伤害，郭先被针对性、共产党针对性的去这个诬陷、去这个伤害的最好的一个例证。对，那
这个我们刚刚在这个片头对吧，一开始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的这个有一名曾经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前特工，他出来去揭露说中共国的秘密警察在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中共在海外的秘密警察呢，是这个情报体系当中最强大的一个分支，而且属于公安部，而且呢是有权力对组织进行间谍跟渗透，甚至是去追捕跟灭口那些被中共视为这个敌对的这个敌人。而且在过去的这个十年，澳大利亚居然是有16名澳大利亚的这个居民在没有得到这个澳洲当局许可或者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秘密的去遣返回了中国。那有关于他的整一段的这个采访的讨论是非常非常多，因为他自己声称呢，他和这个中国共产党已经被迫工作了这个15年，而且他本人是非常非常年轻的，他低于40岁，但是他已经给共产党做这个中共的这个特工超过了15年，并且他本人说这个中共的其他特工还试图要在澳大利亚对他本人还要进行绑架。那这个联想到这个我们常常大家都提到的这个猎狐行动对吧，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秘密警察他所执行的这种任务就和猎狐行动当中所有的这个目的和手段是非常非常相似的。那这个长岛哥，您对这个现在多个国家已经不是说在美国去讨论曼哈顿的这个警察局，或者在美国讨论这个白案912的这个案件，连澳洲现在都在这个报道所谓的这个中共国的这个秘密警察，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和猎狐行动非常类似的，或者就是猎狐行动的这样的一个中共的一个过去长达数年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因为感觉这个猎狐行动不仅是案件上的焦点，也成为了整个国家去排查这个中共国渗透的这样的一个焦点。对，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灭共大势已经形成，而且正在聚集，正在这个更加这个激烈的这种那个针对性的在围剿清剿。实际上不仅仅我，你看我们前两期的节目的时候在讲到英国是吧，然后澳洲新西兰，还有这个在这个加拿大美国，实际上都在各个很多的地区都有，包括这个在欧盟那边很多的国家也在查，德国我们前几天也发这个说了这个新闻，所以就是整个大势所趋，西方国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就中共在这个这些国家的这些行为，它不仅仅是涉及到这个安全，实际上是还涉及到这些司法，是吧？因为你一个主权国家的代表在人家这个国家里面行使司法的权利啊，这是不允许的。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新闻，有这个中共派出了这个警察在德国想要把人遣返，直接遣返回去，快带上飞机了，被拦下来了。就这样的行为，人家这些主权国家是不允许的，在西方国家不允许，它不是中共体制内想让谁消失就消失，半夜就给你一抓，你家里人你永远都找不到人哪里去了。找不到了，你在西方国家是不允许的，他就是犯罪的，有罪的人，犯罪的人，或者说这个庭审期间的人，他都是有权利的，他不是说你可以随便消失就消失，你让他这个闭嘴就闭嘴，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这个中共还在海外还是用中共的那一套在执行，所以这个是不可以的。再加上他本身这些已经涉及到这个侵犯了西方国家的这些司法和主权，还有一些安全的各方面的，同时当然他们做的不仅仅是迫害在海外的中国人了，他同时还西方的间谍的行为危害到这个军事啊、技术、教育各方面的这些安全领域，所以说我相信西方国家不会减少这样的行动，只会越来越多，直到就可能尽可能的把共产党在海外的这些分支机构统统的清理干净，就像孔子学院一样的被逐个的在清理干净一样。对，那我们也确实看到美国在过去的这个一周呢，虽然说不是强相关的和这个秘密警察相关的，但是在经济贸易方面呢，确实是有两条这个所谓的制裁还有关税的这个增加。那其中之一呢，就是这个在这个白宫呢发表了一个声明，在过去的这个一周说呢，会将马上要对这个中共国进口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关税从25%，这个也是川普时期
期留下的这个关税的这样的政策提高到100%。然后呢，尤其是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锂电池，它会从7.5%-25%，然后太阳能的这个面板呢是25%-50%，然后有一些关键的这个矿产的进口税呢也是会提到25%。然后与此同时呢，美国还放出消息说，这个2025年和2026年还要对中共国生产的半导体芯片要加征关税，也是要直接加征到50%。那这个除了这个关税以外，我们之前已经知道像钢铁增加了关税，然后呢同时是当天直接下达要求某一些公司要禁止向华为去提供这个敏感的这个芯片。那现在呢又是对这个电动汽车，然后对锂电池增加了新一轮的这个关税，而且给出了很明确的对半导体芯片在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与此同时，在周四的时候呢，拜登政府还宣布说要把26家公司添加到所谓的这个维吾尔的强迫劳动的预防法的这个实体名单当中。那这个实体名单呢，在这个增加了26家公司以后，已经达到了这个65家。那其中在这一周它被这个美国政府点名的这些公司呢，所有都是和这个中共国的纺织业相关的，也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有关于新疆棉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中的这些纺织的企业呢，很多是作为中间商在出售这个新疆的这个棉花。然后这个未来呢，这个也是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所有的新疆相关的这些强迫劳动、人权、违反人权的这些问题呢，可能还会有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制裁，尤其是这个有关于棉花、太阳能的这个电池板等等，都跟新疆的这个产地有很大的这个关系。那这个昌岛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好像每一周不是加关税就是会有制裁，或者就是会有一个实体清单的这样的一个增加，或者是说马上就会给你放一个新的消息，在未来的一个阶段里面会怎么怎么样做。那这种制裁的密集程度是很明显的，比以前要更加多了。对，实际上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当下的这俄罗斯也好，或者伊朗也好，或者是我们之前的这古巴呀等等的这些国家，它都不是在这个被热战当中给你打倒的，就是通过一系列制裁。大家看到，你制裁实际上我们就说这个公司也好，或者说这些实体也好，你很多的美元外汇你可能会被冻结了，然后你想再做更多的出口外贸，你基本上就不可能了，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那直接的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这些间接的，实际上就整个影响到中共了，现在很难的情况下的一些不多的外汇收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实际就我们可以把它想象的这种制裁或者说征关税，是对中共的这种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就是一天一天给你加点温度加点柴火，最后直直把你煮熟。所以说现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一个是这个技术这一块的，或者说这个太阳能电池啊、电动车等等；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有更多的很致命的是什么？致命的是金融的制裁。这个大家可以想象，比如说对你的银行啊、金融实体啊这些企业的海外的这些企业的这个制裁啊、冻结啊，这才真正的这个要了共产党的狗命了。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未来会有更多的像小飞象说的，每周都会给你列一些出来，然后更多的更致命的这些企业的，尤其是金融企业的制裁会陆续的会出来的。对，但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观感啊。那刚刚导哥说这个还会有金融的这个制裁，那有关于这个经济贸易方面，那在过去一周啊，墙内有一个很热的这个讨论，也是跟所有很多中国人都很关心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问题。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中共国它宣布了对非常多的城市都宣布了不再限购这件事情。那目前来讲，只有7个这个省市，海南、北上广深、天津跟珠海、横琴，只有7个地方现在还保留这个限购的这个问题，其他的所有地方这个房产都已经这个不再限购。而且呢，这个中共还抛出了很多的这种新闻的宣传，说他要去这个推动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市场，然后呢这个核心呢就是说他要去收购这个有存量的这个保障性的这个住房，还要降低呢这个购房的这个老百姓去这个付这个首付款和房贷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来去弥补说这个碧桂园啊，然后这个恒大啊等等的这些地产
产的这个破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常老哥，这个就是这个房地产是他能救得了的吗？是他不限购就一定会有人买的吗？是他这个降低了首付比例，今天的这个他的这个房市就能被盘活的吗？对，这个我相信对咱们爆料革命战友来说，我相信这个问题不难回答。然后当然对体制内的或者是墙内的这个老百姓，但凡是有一点点这个中共过去的这个经济的调整的这个历史来说，大家也肯定也想看得清楚。因为中共首先它的经济，我们过去说的这个三驾马车之二基本上已经快死了。我什么之二呢？一个是外贸没有了，或者是非常少了，第二个就是消费，你没有能力嘛，但老百姓都失业了，也没有这个外贸，也没有工作，他这个手里仅有的这么一点钱，他不可能拿出去消费。那唯一的现在他有可能去动的就是房地产，也就是说我们国内这种基础建设，那这一块他可以做一些文章啊，去拉动所谓的这个拉动房地产，拉动老百姓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买房。那实际上他出台这个政策讲了一大篇啊，大家看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口炮，实际上真正有看起来对老百姓有刺激作用的就那么几点，比如说这个降低首付和二套房的这个比例，是吧？这个是我们过去老百姓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买房的时候很关注的，就是我首付拿出来多少。过去有曾经有零首付的，就你不用首付，直接房就给你了，然后你每个月还贷就可以。那现在呢，就是大幅度降低，让这个老百姓就觉得我手里拿个三五万我就可以买个房子了，就觉得很简单。但实际上你要想的真正后面的是贷款和它的利息啊。第二个就是看到它的举措，就是公积金这个贷款的这个利率，实际上这个一般普通老百姓没有，只有一些事业单位有，或者大的企业里面有这个公积金利率调整，也是让你就这个还贷的压力会小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按揭利率，一般来说过去银行体系内部的它按揭利率是有一个下限的，就是说你这个不能低于多少。那现在呢，这个也取消了，意思就是能这个至少说明面上面各银行或者贷款公司给大家的这个利率啊，可能你可以去互相商谈来定。过去可能下限是4%，现在可能你三也可以，甚至2.几也可以，甚至是不是有更低的都有可能。实际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更多的老百姓套进来，很简单，就一句话，就让更多人给你套进来你就完了，你就走不了了。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些视频也好，文字描述说这个男朋友给我买了一套房，结果买完了以后过名字弄好了以后人消失了，男朋友没了，留了一套房，大家听起来哇这么好的事情啊，但是后来想想让他去还贷去了。所以说大家其实是一个道理，原理是一样的，就那把你套进来让你去还贷，是吧？解救了谁呢？解救了房地产公司，解救了银行，因为整个所有的风险跟责任全部转嫁给购房者了。所以我想想咱们战友能理解，这个那个墙内的老百姓很多有经济头脑的也能理解共产党这个整个这个救市，所谓的救市他的目的和手段很简单，就是把你更多人套进来，把风险给你转移到老百姓头上去。那老百姓真的，小飞侠刚才问有没有能力去啊？真正现在还有能力的去，头脑清醒有能力去很少很少，因为企业这么多的企业倒闭，外贸又没有，是吧？老百姓手上的钱连看病都不够，看病都没钱花。你看最近一段时间跳楼的跳河的越来越多，为什么跳河跳楼啊？没钱看病了，没钱上学了，是吧？没有收入了，支撑不了房贷了，这个贷款还不了了，等等的这些情况。要不然的话，咱普通老百姓怎么会走到这种绝路上面呢？是吧？在共产党不会在乎这些的，他会把更多的人逼上绝路，更多的人年轻，尤其是年轻人逼到跳楼跳桥，这就是共产党的做法。所以我相信咱们战友不会去上当，普通老百姓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也不会去上当，让共产党彻底就是三驾马车通通全部死路。 这个大家能够感受得到这个末日之前的这种疯狂，然后还有这个永远在描述一种虚妄的这个利民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实际上是风险的这个转移，或者是更大的这个房地产泡沫的一种倒塌的这个前景。
那我们这一周呢，跟战友们分享的新闻呢，大致就是这一些。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刑事庭这几天的一些文件上的这个更新。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长老哥上次有跟大家讲这个5月14号的这个听证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上一周呢，我们的文件号是从334开始，一直到338，是非常少的一段时间内，这个文件量开始降低了，而且文件的这个长度也在慢慢的开始在缩减，那可能也跟即将要开始庭审有很大的关系。那334号文件呢，是这个政府对于郭先生333号的这个信函的这个回复，以及政府提出了一个叫做阻止不当律师在场辩护的这样的一个动议。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检方呢认为在这一场的这个辩护当中呢，这个律师建议辩护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郭先生曾经有这个39家的律师事务所对他本人进行代表，而且呢会产生一些这个 privileged communication， 也就是一些特权的沟通。那其中呢，甚至一些这个律师事务所会有多位的个人的这个律师。所以呢，在这个2024年5月10号的时候，郭先生有提交一份这个信函，表示说郭先生呢没有这个去主张律师建议辩护的这个意向。但是郭先生有权向这个陪审团去提供证据，证明他知道律师参与了各种的这个交易，但是呢不会去提出正式的这个律师建议。那相关的这个法律呢，也就是说一旦你作为一个刑事庭的这个被告，你提出了这个律师建议的这个抗辩呢，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辩护的这个时候，你打算这个和这个过去和律师之间的这个通信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证据呢就会被披露。那如果呢你没有说你要去提出正式的这个律师建议抗辩呢，法院就会适当的去限制有关的这个律师参与到这个案件相关事件当中其中的这个证据。那也就是大白话来说，如果郭先生提出说要律师抗辩，他就可以说因为这个是我和律师在沟通什么什么的这个事项当中，这个律师建议我这样做的，那在此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或者是沟通就不再变得得到特权的这个保护了。那政府呢就提出说要排除这个律师辩护，那他给了一些这个原因，他说希望呢法庭不要去允许被告就很多律师参与而不提供相关的这些困惑的这个证据。那检方呢认为说，如果律师在这个文件当中的这个存在，或者是律师这个参与沟通是或者这个律师呢参与沟通当中这样的一个证据呢，可能是会带有偏见的，因为呢陪审团是没有办法知道说被告到底有没有遵循这个法律的这个意见，或者是向律师隐瞒了一部分的这个事实。那同时呢检方还认为说这个如果没有了解到律师跟被告互动的这个全部的这个范围，关于律师以某种形式参与了这个被告所谓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指控的这个行为的话，会对陪审团进行一个误导。那到我们做节目之前的话，有关这一部分法庭还没有给出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回复，所以我们可以在未来的几天我们看一下庭审之前法官对这个律师在场辩护的这个双方的意见会如何回复。那335、336、337呢，都是和这个郭先生未来庭审服装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动议跟法令。那我们就以337最新的这个服装的这个法令为例来跟大家讲。也就是呢，法官呢应郭先生律师的这个请求，下令说这个允许郭先生从2024年5月22号，也就是庭审开始的第一天和这个陪审团的遴选期间呢，要穿着以下的这些服装。那其中呢包括5件这个有领子的这个衬衫，4件是白色的，1件是浅蓝色的，3套西装，5条领带，1个腰带，然后5件这个内衣内衬，然后5双袜子，灰色的袜子，还有1件是保暖内衣跟这个1双鞋。那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我们今天看到长老哥有发出来我们小蔡战友给那个5月14号的时候给郭先生的这个画画。那可能未来这个从法庭当中传出来的有关郭先生的这个样貌，包括他的神态，包括他的着装，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服装的这个法令开始有一点点这个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想象。
那338号文件呢，是有关于这个双方提出的专家证人的这样的一个法令啊、那大家之前知道，就是郭先生有提出四个方面的专家证人：加密货币、中共的这个问题、会计和 GTV 的这个估值。那政府呢也有提出一个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专家。那5月16号的时候呢，这个法官呢就下令说，这个郭先生提出的要排除政府加密货币专家的这个动议呢被驳回了，也就是政府会有这个加密货币专家来出庭作为专家证人。然后呢，政府提出要排除这个郭先生的这个加密货币专家呢也被驳回了。那么郭先生的这个加密货币专家也会出庭。那同时，这个郭先生这边有关于中共国的这个问题的这个专家，以及这个 GTV 估值的部分专家的这个他的证词会得到一部分的限制，因为他是部分批准部分驳回。那最后呢，这个政府提出的要排除郭先生这边会计专家的这个证人呢，他被批准了，也就是未来这个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郭先生的这个会计的这个专家，他不会再作为郭先生的这个证人来出庭。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政府有关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证人，他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些论点。那首先呢，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政府有关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证人呢，他的背景是俄亥俄这个州立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导播可以帮我们放下一页。那他提出了这个差不多5条这样的一个论点啊、有关于谈到这个 HCN 和 HTO 洗币跟其他的这个基准的加密货币的在活动上面、在特性上面的一些不同，然后以及呢，这个他会提到说有关于 HTO 储备是否充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郭先生呢，对于他的这5条论点呢，有一个很概括性的这样的一个回复。他说呢，政府找出的这个专家呢，是仅就事实部分去陈述，而不是专家的这个意见。那法官是这么回复的，法官说，专家呢会为这个外行的这个陪审团去提供一些这个加密货币包括市值等专业的这个知识，因为陪审团他本人可能不一定具备对加密货币的这种了解。那另外呢，这个法官认为呢，这个政府专家的这个事实陈述呢，是这个会表现出这个这个专家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洗币和市面上其他的这个加密货币有一些不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关于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双方的这个论点以及法庭的这样的一个认为。那我们接着往下看，也就是上次和大家提到非常热议的这个有关于郭先生这边想要提出关于中国共产党问题相关的这个证人。那这个证人他的背景呢，是他在英国政府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工作了3年，并且呢，他担任私人安全顾问超过20余年。那尤其他是提供有关于中共针对这个政治敌人以及呢为客户去减轻来自于中共风险相关的这个措施意见的这样的一个提供者。那政府呢是一直都希望要去寻求有关于这个中共问题证人的这个证词的。那法庭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观点，他说呢，不必要去提供累积的这个证据，那需要去排除以下部分的这个证词，也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一位证人他可能会讲到这个五毒部分。那比方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把哪些东西视为五毒，对吧？比如说这个法轮功，这个这个不同的这个宗教等等。然后呢还有提到这个关于这个中共公安部，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中共的法外的海外的这些警察局的这个证词，以及呢这个中共国招募本地人作为有影响力代理人相关的证词，和其他与美国结盟国家会采取相关的这个措施。那法官认为这一部分和郭先生他这个作为这个中共作为这个猎狐行动当中的这个目标呢相关性不强，所以他认为不必要去累积以下的证据，会排除这一部分的证词。但是法庭允准了以下的一些这个有关于中共这个问题来自于专家证人的这样的一个证词。一个呢是 FBI 局长对猎狐行动的一个评价，法庭是给予了允准。然后还有呢是 DOJ 和 FBI 针对于这个中共警方和中共情报部门有关特工在美国进行猎狐活动的这个相关行动的这样的一个点评，那法庭也给予了允准。那原先呢这个郭先生的这一名跟中国共产党相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专家证人呢，还想
去表达这个有关于 DOJ 对郭先生提出的十二项刑事指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家的这个意见。那法庭呢在这一条上呢给予了一个驳回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关于中共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机构方面对猎狐行动的评价，包括对猎狐行动的相关的这些掌握跟这个活动的这些行动，都会未来成为这个专家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词的一部分。那我们接着往下看下一个呢，是这个我们提到的，就是检方提出了要排除这个郭先生有关这个会计分析的这样的一个证人。那他的背景呢，是他曾经是作为 IRS， 也就是美国税务局刑事调查部门的这个特工。他作为外勤特工呢，和这个监督的这个特工工作超过了25年。那法庭最后是同意去检方要排除这一个会计分析的这个证人。那他法庭给出的这个三个原因呢，第一个呢是法庭认为呢，他这个证人本人是具有这个专业的法务会计的这个专家资格，但是呢法庭认为他没有利用这个专业知识对这个郭先生或者相关企业的这个交易进行分类。然后这个法庭认为说，这个专家对费用的这个分类呢，是基于假设不超出一般陪审员的这个知识范围，就是没有达到这个专业性。那第三个呢，是说这个法庭认为这个专家呢没有去解释他这个假设基础上面更细节的这样的给予更细节的一些这个意见，所以最终呢这个对这个检方排除这个会计分析证人呢是给予了这个同意。那最后呢，是有关于这个 GTV 的这个估值专家的这个证人。那他呢是作为这个会计咨询公司业务跟 IP 评估总监这样的一个职位。那当时呢，大家如果看文件呢，是这个这一位跟 GTV 估值相关的这个专家呢，他提出了三种对 GTV 不同估值的方法。法庭呢认为只有其中一种，也就是最后一种反求解法呢，提供了这个来自于专家证人的详细的这个描述。也就是说那么证人就不得以这个前两种方法，第一个是 GTV 贴现收入，和第二个是市场方法去进行作证。那第三个有提到的，就是之前我们有提到有一个 A&M 这个公司对于 GTV 早期的估值的这个报告。那法庭是这么写的，他说法庭不能就这个 AMM 估值报告的有效性进行作证。法庭认为呢这个专家使用较早的估值报告作为证人分析的起点是可以的，但是没有看到证人进行自己的分析而且呢这个 AMM 报告的起草人没有接受这个法庭的交叉质询。那最后一个呢，也就是大家常常谈到的，就是中共的这个言论审查的这个制度给 GTV 这样的一个灭共平台创造了一个市场的利基。那法庭是这么说的，他说不会排除定性证词，也就是说证人可以表达说中共审查的制度可以创造一个提升公司价值的市场利基，但是呢证人没有去提供任何的数据，所以呢在庭上呢他不能对这样的一个论点去进行量化的这个作证。那另外呢，有关这个特殊目的的收购公司的这个 SPAC 的这个市场作证呢，法庭下令呢是不符合联邦刑事十六条的有关的要求，所以要求这个排除。那338的这个文件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来说双方专家证人他的这个作证的这个范围在未来的这个庭审期间也已经确定下来了。有关于 GTV 的估值的分析，有关于加密货币包括有关于这个中国共产党相关的猎狐行动相关的问题，从专家证人的角度上面来说，他的范围已经让法官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指令了。那长岛哥，我们离这个5月22号其实非常非常接近了。那相信可能未来还有这个有几天的这个时间，法官可能还会对其他一些还没有解决完的一些动议会进行一个法令，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正式的这个庭审的开始。那您对这个马上要即将到来的这个打庭有什么感想？然后另外呢，就未来马上庭审开始之后，联盟会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跟大家去更新每一天的这个庭审的一些信息？对，然后就这个前面你刚才分享的这些这个文件材料来说呢，其实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这个338刚出来的这个，其余的一些可能还没有
法官没有批准呢，有可能今天晚上可能会批，也可能会到下个礼拜一。但是我相信庭审之前这几天应该也没有剩下很多是没有批准的。嗯、但这个338其实大家看到，我今天跟战友们分享的，就是表面上似乎看起来，法官否决了这个郭宪这边呢有一些这个动议。但从剩余的这个剩下来的一些专家证人也好，或者说这些证人这个未来作证的内容也好，我觉得是绝对的，可以说一个大赢在这上面。因为我们比如说说到这个猎狐有关系有关的，这个是铁定在作证的时候会作证。第二个就是关于 GDV 估值这一块，对，是吧？还包括这个前面的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数字货币这一块，对，基本上对整个案情来说实际上是几大焦点，是吧？都会有证人，而且是专家证人出来。那政府这边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这个数字货币，实际上大家看这个政府作证的这个数字货币描述的很多的一些基础信息，我不觉得这个对整个这个我们过去涉及的洗币啊，或者说这个洗交所是没有正面作用的，是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反正总之我觉得这个338这个文件大家还是可以去认真的去这个看一下，然后分析一下对整个未来的庭审作证这一块，尤其是专家作证这一块，实际上打下了很坚实的这个基础。我觉得未来会让更多的这个普通人也好，或者说这个关注的媒体也好，尤其是像这个陪审员也好，更清楚的认识到或者了解到整个这个目前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几方面的这个金融类的这些这个信息吧。然后至于就刚才小飞象也提到，就是未来我们接下来几天呢，其实离下个礼拜三，对，就只有两天，礼拜一礼拜二的工作日。那这两天呢，我们这个也还会有一些这个决定可能会出来，但是相信新的这个动议啊可能会比较少了，或者说有可能没有。那接下来庭审一旦开始以后，就面临着每天很多的大量的这个答辩，双方答辩的这么一个信息。那在这一块呢，我们是有这个联盟有准备，我也看到有些战友发信息说，这个未来庭审的时候，咱们能不能及时的拿到双方在庭上的答辩的这些文字信息，我们会有准备，尽量会给大家这个最新的或者说更快的给大家去提供。另外一个就有战友说，那节目到底是准备这个怎么安排，怎么准备？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讲一下。目前来说，我们的计划是在美东时间下午3点到4点有一档的这个英文节目名字目前初步定下来就是 Mars Trial， 就是郭宪的这个庭审的这么一个名字，所以会有一档英文节目。我们这个是给西方世界去了解整个这个案情的这个最新的情况。当然这里边也会有一些过去的一些文件的讲解啊，背景的讲解啊甚至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分享，但是主要的信息是来自于法庭当天发生的这些庭上的一些信息跟大家去分享。当然是由我们有一些这个参与庭审的这些战友在现场记录，然后回来以后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分享的是以事实分享为主，或者是很少或者极少会有个人的评论在里边，就我主要是事实，就是这些战友，比如说小飞象进去以后记录了今天庭审的情况，回来跟大家描述一下当天在庭审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家的辩论的焦点啊，或者说双方的这个交叉询问的这些问题啊、答案啊，这些主要是以事实描述为主。所以大家会从未来的这个节目当中，英文这一块这一个小时，那英文结束以后会有1到2个小时的中文的节目，当然也是咱们战友也会，尤其是有一些参加庭审的这些战友回来，这个现场的一些情况给大家转成中文当然可能会有一些战友的评论，但是这都是个人的评论不代表任何的这个各方，也不代表过律师等等的这些，就是也绝大部分还是以个人评论这个描述事实描述为主，所以说时间档是美东时间的下午3点到4点，英文档的节目会在我们整个这个 Speak TV， 然后还有我们 Rumble 平台的有一个这个，在我们第三方有一个节目档 LFA 的节目档上面会同步会直播到时候我们推特上面也会同步直播YouTube 上面也会同步直播，就基本上会同步的在多个平台直播。那中文档这一块就是下午有可能在4点半左右到这个6点之间，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的
有一个中文的节目。当然这中间不仅仅是有到现场参与庭审的战友，也有可能有这个其他的战友，然后我们现这个总部这边的一些战友，或者说甚至有可能有到访的一些战友来一起来参与去分享，然后大家来讨论，或者说大家表达一下这个心情，各方面的都可能。就是目前来说节目这一块我们跟大家去分享，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当天的庭审的一些文字的记录这一块，我们尽量去争取最快时间的拿到法庭的这些记录，未来我们会给大家去分享。因为有一些这个它基本上都是英文的，第二个就是并不是说那么及时能拿到的，所以说这个我们会尽量努力去争取拿到原版的这个双方的辩论的这个答辩的这个内容，然后我们来英文呢，或者说我们转换成中文给大家去分享。对这一块我们再大家继续去这个跟踪，反正时间很快了，下个礼拜三就开始就陪审员这个遴选这一块就开始了。那至于其他的关于联盟这一块还有郭宪这一块，我们不用跟大家就讲很多了，大家也可以想象这几天接下来庭审之前就剩几天时间了，整个全身心的在投入到这个准备阶段啊，然后按这个庭审，因为基本上每天都是要出现的，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在现场看到的可以想象的啊，这个服装那个 order 里面看到了郭宪会以什么样的形象会出现，那是西装笔挺啊，这个领带各方面就是恢复了我们315之前大家看到的郭宪在办公室里面呢或者直播里面的这个形象，精神然后各方面的这个会展示给这个在庭审上面。我相信这个包括这个战友到现场就看，或者说陪审员会看到七哥真正的原先的315之前我们整个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庭审期间，联盟这边包括我们总部这边会持续的也欢迎我们有很多的战友来访，这个不会停的，但是大家一定要还是要规则，按照规则就是通过农场来这个登记来报名来做这么一个流程，因为这个我们不仅是咱们内部的管理，还是说整个大楼的这个管理安全的各方面呢，它需要做这么一个流程，提前24小时我们要登记报名，然后提交信息，这样的话我们都大家来了以后能顺利的这个进来，及时的进来访问，是吧？所以说在这一块我们整个这一块接待工作是不会变化啊。另外一个就是到法庭这一块，我们会有这个战友会持续的有战友进去负责这个记录啊，然后这个给大家带来这个信息。我们目前来说报名的人数还不错，我们基本上目前我们后台已经这个直播组这一块已经在排班，然后每天会安排有这个多位战友进去以后及时回来给大家做节目来分享，让所有的战友最快时间了解到郭宪的状况，了解到当天法庭发生的这个很多的一些辩论的焦点，证人或者说这个证人的证词的内容啊，还有律师的交叉询问的等等的这些信息，我们最快时间给大家去传达啊，而不是说我们从委内里面来得来的信息啊。另外一个就是你从法庭文件想了解的话，这个时间是会严重的滞后，所以说我们也会有这方面的安排。然后如果说愿意参与到这一块的工作的，有一些战友比如说英文也好啊，然后对案子也相对跟踪有了解啊，然后也有时间精力参与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农场组来报名登记，因为这个毕竟时间跨度是有5-6周的时间，所以需要我们多位战友参与进来。对，所以在这一块希望大家能持续的这个支持，尤其是英文比较好，能听得懂，能快速的记录下来，然后我们回来来总结一下给大家来分享。对，在案子这一块案情这一块给大家就分享这些。同时呢，我今天在这个概文里面也说了，我们整个接下来的2个月不仅仅是庭审的信息，有庭审是我们关注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焦点之一，同时我们的灭共行动是不会停的，就像我们每天在做的节目也好，这个文章也好，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推广也好，我们这些行为千万不能停也不要停，这是我们这个能做而且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持续的灭共的这个行动。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灭共爆料，就像我们今天有一些这个中共的这个灭共的爆料也不会停，所以我们3条主线同时在推进啊，这个庭审信息、灭共的这个新闻还有我们灭共的爆料同步进行，所以我们战友不会闲也不会这个没事可做，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事情很多信息可以去收取然后去传播了。对，
然后其他联盟这一块呢，一切都正常啊，我们不会因为一些这个不和谐的事情和不和谐的人和声音，我们会影响到联盟的正常的运作，什么都不会变，什么都也不会影响。大家就像看到的这个各农场联盟，还有所有的战友，在目前还是兢兢业业在做事情，做这个义工，还有做宣传一样的，大家都不会停。大家都知道，绝大部分的战友都清楚，我们当下最重要的是团结，大家团结在一起，我们才能做出有力量的事情，才能去灭共，才能让国先觉得放心，是吧？他不在家的时候很放心，我们整个所有的战友的状态，所有的这个联盟的运作，农场的战对战友的这个服务这一块。是吧？那就像我们在其实，在网络平台上，在这个盖特上，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很多的战友做的都非常好，大家都坚持从三幺五过后到今天，不断的坚持在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像野兽夫妻啊，这个小福利这个夫妻啊，还有我们这个苏平峰夫妻啊，还有我们台湾农场的战友，每周都去线下去传播啊。还有我们现在英国的这个钢琴所在地这一块的，每天都在坚持。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些文字啊、大根啊等等的这些战友，天天在做节目，三天两天都要做节目，这个都是要花精力、花时间。大家觉得好看，做的节目生动，它不是这个随时这个临时做出来的，它都是要准备做出来的。大家花时间、花精力去分析，然后背后可能都有团队在支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坚持用心去做，然后团结，大家一起去做，团队合作去做。没有这个一个事情，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是做不好的。只要我们坚持，只要我们团结，只要我们用心啊，只要我们有信心，就一定都做得好。就像郭宪在这个5月14号庭上的说，这个坚决这个绝对不认罪一样的那种信心、那种气魄，从第一天开始，从暴力革命7年前开始到今天，他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一个我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你要坚持，你要有信心，你要有坚持，也要有毅力，那就我们就不怕。这个中间过程当中，不管是你干爆料革命这种天大的这个事情也好，还是你做一个小的工作也好，你没有坚持，没有一样事情你是可以做得好的，是吧？只有坚持，只要有信心，只有这必须要有信心，你才能做得好。所以我们只要大家坚持，就不用怕。好，联盟这一块我们跟大家去分享这一些，然后给大家这个有心理准备，我们未来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些计划，大家也可以有这个更多的时间精力的话，我们就可以参与到这里边。因为我们这是不是一个人的活动，不是一个人的这个事情，我们是事关到这个案子，是事关到所有的这个爆料革命、新中国联盟所有的战友的这个案子，这么一个战争，这么一个活动。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参与的参与，然后能到现场参与，我们就现场的去参与。如果说条件不具备，或者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状态，我们就做宣传，我们做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少去参与是非，少去传播这些虚的，或者说这个的负面的这些信息。我们要给这个所有的战友和体制内的这个支持者，我们所有新中国联盟的朋友，展示我们新中国联盟的这个形象，这种团结。从315开始，我们做的今天都做得非常好，我们在最后一定要站好这个岗，在郭宪回来之前，咱们再坚守最后这个几个月时间。对，好，所以我就分享这些。倡导哥说的激情澎湃，我都不好意思打断。问问倡导哥，今天什么都没有拷问过这个倡导哥，上一期也没有拷问过倡导哥。这个今天是5月17号，倡导哥知不知道5月16号是什么日子？5月16号，对，啊，好像有点印象。5月16号是。哎，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什么信，又忘掉了。对，是一个什么跟郭宪有关，好像郭宪说了什么事情，我忘掉了。对，对，5月16号，这个2017年的5月16号是郭美跟七嫂抵达纽约的这个时间。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5月份一直都是很特殊，然后5月份也是一直都是这个新中国联邦包括郭先生创造奇迹的这个月份。所以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对吧，打停打停，战争就是有起起伏伏，但是一定这个新中国联邦一定还会再创造奇迹，然后这个大家还是会迎来更多的这个迎接这个美好明天的这个挑战，这也是我们必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小飞象最后还是没漏掉考验，但是我小飞象的考验我们不可怕，丢脸也不丢，不会丢到哪里。但是我们真正在这个315过后这个大考当中，我们能不能经受到这个考验，那才是关键。对，好，今天就到这里。好，好，最后我们还是一样的，给国先、国先家人，还有我们国先体制内的国内的这些员工朋友，还有我们支持行动联盟的战友的家人朋友们，给他们祈福。好，我们要多祈福啊，相信我们所有的战友的祈福的力量，像背后这个自由女神一样，会这个保佑我们国先案件庭审所有的战友都健康，都顺利。对，好，好，下一期见。谢谢战友们，这个下周就开始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好好的健身，好好的休息，然后我们要一起迎接这一场战斗了。好。团结是力量，团结，只要团结，没有人可以打倒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团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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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要团结，我们的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一定要记住团结，关键是我们战友们要团结，一定要团结，一定要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一定要团结，一定要互帮，我们内部一定要团结。我只能告诉大家，团结。我们新中国联邦人现在要做什么？创造团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要被人家挑拨离间，不要失去希望，别放弃，永不妥协。只要我们团结，一定会迎来灿烂的、美好的、阳光的一天。战友们一定要团结一下。哎，很绕口令，我发现啊。